然后一没人一打，会担心臭宝的眼花问题。第一个臭宝，你看，哎呀，我这个老是黄叶怎么办？你没发现它老是长吗？你们怎么老是纠结它老是黄？你们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它黄黄去呗。它长得多，它不就黄得多？你跟我大舅子头上就四个毛，都有名，他肯定不老是掉。那你要正常人，哪个人不掉个几百根头发，几十根头发，对吧？它叶子多，你光看坏处不想好，乐观一点，积极一点，向上一点，正能量不行吗？给点肥料啊，黄黄去呗，就有点缺肥的事，它就代谢了。下个肉宝这咋办？是不是要嘎了？你浇的水有点多，亲爱的，控水行吗？摸摸盆土，咱不干不浇，等到下回干了该浇水的时候，你用点杀菌药，老花叶脉、小黄二号，对吧？再用一点点的肥料，把这些个不好的叶子剪掉。下个粗宝，桂花叶子黄，啥原因？这不叫黄，这叫焦尖儿。一般像你这种黄哈、啊，一般像你这种黄，它是旱的，啊，缺肥，碱性高，主要是因为你太干旱，哎，还有一个就碱性高而导致的缺肥。那怎么办？可碱，碱了以后干嘛？用反肥水？没有，猪粪，找个养猪场那，哎，粪坑里边舀点猪粪啊，兑点水浇，你嫌臭就反肥水，别的没高招。摸摸盆土啊，我估计你这太干了，你舍不得浇水。像舍不得浇水的花友比较少，因为家里边水都很多。下个肉宝说怎么去养不太懂，我好像看到你之前发过一遍了，不太懂，你可以参照一下，你从我那个作品里面搜桂花换盆，桂花如何换盆，搜一下好吧，或者说搜桂花养护，我的作品里边都有，明白了吗？肉宝有话说你教教我，我现在我咋教啊？我就不能说再给你弄个桂花怎么弄吧。种盆，先入盆，先入土为安，好吗？给足光照，一个月之后再说用肥的事。盆土一定要透气，别的没了。记得点个关注，我是老阿姨，演完这张一，拜了，师傅。嗨，嘿嘿嘿嘿。